第一步，把气阀往外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下调节了。两个扳手分别松开对应的螺丝，拧松，将气杆放下来。通过调节至调杆来调节上下间距，逆时针缩短间距，顺时针增加间距。我们大概要1至1.5毫米左右。然后再用两个扳手固定好螺丝，最后将气阀推进去，